衬衫的是名嘴医师洪凤云，替一名马尾女子按摩肩颈，展现体贴温馨。从肩膀按到后背，这名女子不是新绯闻对象，而是分合7年多的前妻谢依静。8月8号下午1点，两人被民众直击，带着证人朋友到三重户政事务所二度登记结婚。